大家好，我是死佬。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，我哋继续玩翻救了个命嘅，冇错吓。终于都忙完啦，我唉，终于都可以专心打机吓。因为太忙，可能之前啲拍片嗰度唔系好稳定，都唔顶。不过都 OK 啊，我见大家留言都几好咁样。有一排我喺度发下牢骚，咁大家复下我啊，中意睇啲咩 game 啊？果然各人都有唔同嘅自己中意嘅嘢。我都系嗰句啦，继续玩翻我继续想玩嘅恐怖 game， 继续中意睇就睇，唔中意睇都冇办法啦，系咪先？不过一直都非常之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好，睇下先，我上一集系攞咗二楼寝室嘅锁匙，呢度系咪二楼？呢度系二楼，定系计一楼噶呢度？啊，跟住同埋发现啲玻璃嘢可以敲爆嘅，我记得呢两样嘢，跟住就。冇啦，吓上一集临尾真系吓到我 high， 同埋咧好似有少少迟啊，大家复啊，冇计啦，因为始终诶真系可以用锁匙打开咗啦，因为有啲系会预留，即系我而家都会习惯会拍定一两集做备存先噶啦，因为有时真系唔知几时得闲，咁我想 keep 住大家都有啲片睇下咁样，所以有时大家一留言我会迟少少复嘅，咁样不过都 OK 啦吓。睇下先，有冇其他咩道具咯？冇嘅话，我哋就，里边咩都冇啊！我系觉得咧，总有一日里边咧会有啲嘢出嚟。我曾经有时唔知睇过边一套日本嘅恐怖片咧，呢啲鬼咧，任何一个啦，即系日本和式咧，好兴将啲趟门咁样趟咁啊！我成日都觉得咧个头会打滑咁样踢落嚟。佢咁样跌低咁样，系好得人惊嘅件事嚟。我永远都记住呢个画面，唔知喺边部戏嗰度睇过。得到个锁匙，点解咁多锁匙？呢条系咩锁匙？三楼嘅锁匙啊！你又知道系三楼，好嘢啊！用锁匙打开咗。诶，呢度，哦，呢一度就系之前嗰个位。OK， 咁跟住暗爽嘅男人。我而家想知道仓库系喺边啫，我而家同埋唔知道仓库嗰个锁匙究竟系用喺边，啊，好恐怖，唔好理佢。我哋上三楼睇下啦，三楼有好几间房我哋都未检查嘅，上咗锁，会唔会呢间？系啊，嘿，哇，一开就开到，会唔会太醒咧？醒到有啲唔系几吉利嘅感觉。家私里边又跌落咗一张纸。又嚟，又系三四，咁即系呢度系九二噶咯。我知呢个密码系三四九二，但系唔俾你用嘅吓，太可恶。呢度唔系一开始镜头死，第一集嗰个女人死咗嗰个位，即系前面会有只大怪物出现，机会好大。上咗锁，竟然，即系嗰个女人死完之后咧，系有人喺后边再锁翻嗰度门啊？系咪？呢度会唔会有啲咩咧？有啲咩可以用得到？铁棍唔得嘅，我哋要尽快用咗嗰个锁匙佢。呢度嗰三四系咩咧？会唔会后边仲有啲嘢？我想睇多次三四，会唔会有其他嘢？或者有啲咩嘢咁样？系冇噶啊，做得好。话说咧，今日我睇新闻啊，好唔系，其实日日都会睇新闻，因为翻到公司一开就 Yahoo。听定睇咧？今日我唔记得再听定睇。我突然间脑海里边咧出现咗一个话题啊！精神病嘅人咧，其实系一个天才嚟嘅，某程度上，我觉得今日嗰段新闻咧就系话一条15岁嘅僆仔就去炸差馆啊，犀利！佢系自己学识点样做炸弹，跟住引爆。不过可惜啊。如果他是自殺式的话呢，就应该会很严重的情况，但他用一些，我想香港人应该不会有人用想到，就算几愤怒都不会想到用自殺式这件事，如果不是他应该都几大伤亡，因为他说不知道伦敦啊定哪里，我忘记了，大家如果有人出来找回，就是一个地铁的爆炸死了70多个人呢，是就是用同一款的炸药啦，叫做其实是一些粉末再加火就爆炸噶啦！啊，不过真系几犀利，你谂下15岁僆仔啊 ，GTA 睇攻略都要研究一下点样边度揾先揾到个炸弹，可以自己整个炸弹出嚟喎！现实呢度咦唔系打得烂嘅咩？
竟然打唔烂，我以为打得烂嘅喎，呢度系，诶、哎，竟然，咁咪即系个线索断咗添，好寒啊，就系咁啦，水流出嚟，会唔会仲有啲咩可以检查？我唔记得咗，好得惊，水流出嚟。储物嘅锁匙会唔会其实嗰间唔系一间房嚟嘅咧？嗰间系一间，即系佢话系储物仓库嘅锁匙，咁仓库应该就系房间嚟嘅，冇理由系一个柜叫仓库嘅，咁就系啦，冇错，应该唔会嘅。诶、喂，好难，好难俾到反应啊！你咁打唔开，会唔会呢度？唔系呢个啊，仓库唔得嘅，打唔开。仲有边度咧？呢度会唔会有啲咩新嘅启示？我哋去埋呢边嗰啲房度睇下，会唔会有咩特别嘢？同埋咧，呢只 game 真系即系佢系静，佢系又斋又静啊！相比起之前嗰啲 game 咧，呢只 game 简直就系更加静、更加斋啊！你想点？快啲话俾我知。佢基本上系套租点都唔俾实房主套租嘅，某程度上呢只 game。睇下先，呢个系咩？我唔记得咗。哦，呢个解咗啦，呢个。佢呢度好似银鸡咁嘅嘢，跟住呢度封住咗道门啦。如果呢个时间系咯，出唔到去。OK， 好，咁我哋继续行。话说而家香港啊，占中占咗30几日啦，大家有咩咁嘅感觉咧？其实。诶，嗰度嗰度几时有个道具喺度噶？我哋落去执翻先。即系我而家即系都好中意同人讨论啊呢个话题，我几想留意下大家点睇呢个占中。其实都唔叫占中啊，同埋都唔系中环，而家系占旺、金钟同埋旺角啫。其实对于我嚟讲，我觉得唔系好大影响，因为。工作的地方不是在那里，但是在香港变个区的人都是挺窄细的件事，还有我出去都是慢了的，得到更衣室更衣柜的时候啊吓鬼咩你我丢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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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膽啊！反正就係、是，好在啫，啱啱一個分神，無啦啦，連啲乜好似有啲唔對路過咗嚟，竟然。OK， 啱啱講到邊？係咯，我唔係好大影響啦、啊。即係我成日都係同人講，而家好似好由好早期開始咧，聽到有人開始玩乒乓波咧，我覺得成個活動就已經變咗質。尤其是係唔知係邊度嘅狗招啦，喺度搞呢搞路咧，令到成件事已經唔係嗰種咁嘅原因。某程度上，妖自己吓自己。睇下先，更衣室嘅锁匙，咦去咗边啊？条更衣室锁匙咧，抽屉嘅锁匙，有个地方要用抽屉开咩？但系，即系而家咧，好多人就话因为最初的时候其实他是掉完都是那句啦，人人出来都是为了他催泪弹那一刻，实在太震撼了，不过过完那一刻之后很快就平复回那个情绪，某程度上无啦啦玩这些 game， 因为这些 game 实在太静了，所以说下一些那么专题的东西，或者平复了情绪之后，其实好像现在大家都没想清楚是怎样搞的，某程度上我觉得好多人就话，而家都反正我都犯咗法啦、啊，你唔通你仲可以点啫？即系话吓，我继续抗争到底吓，呢、啊、啲其实有冇价值可言啫？我有时觉得好似冇咩价值可言啊！班大陆班贱狗一定唔会听你讲噶啦，简单啲嚟讲，我觉得即系你认为你咁样做啲抗争，简直就系、是、唔可以话多余嘅，但系究竟嗰个柜喺边度？边度用呢条锁匙咧？仲有边度？会唔会冇显示直接要用啊？如果系咁，都几麻烦。系咯，
因为你知大陆人几贱噶啦，某程度上啦，佢哋尤其是个财路系喺人哋嗰个地方咧，系好难做到一啲你话到事嘢，所以好难搞。即系我最担心就系话佢真系会突然之间搞啲咩？嗰时其实最遭殃就系嗰班出嚟占领嗰班啦。既然都犯咗事，咩叫既然都犯咗事？既然都犯咗事，可以哦，可能嚟了啦。既然都犯咗事，咁你可以走噶嘛？其实即系而家佢都仲未抽后算账。简单啲嚟讲，点解又要出咁嘅力气去用呢啲咁嘅嘢？有时我真系唔系好明嘅。留得青山在，虽然都唔系。Oh shit！ 嗰度有只嘢上咗锁，咁我大概估到向边，但系我过去睇下会唔会点？有个死咗啊，好惨啊！呢啲系嗰个家伙做嘅，家伙做嘅，应该唔系佢一早死咗喺度噶啦。跟住呢个有个柜啊，我哋开，应该就系所谓嘅呢个。果然打开咗，得到走廊嘅锁匙。我觉得一出去一定有恐怖嘢发生咯。通往别馆嘅走廊嘅锁匙。竟然有別館呢度，呢個館我都未行曬，好靜。我想 save。通往別館，別館係咪通常我哋會響定義喺地下嘅？咁我哋過去地下一邊睇下啦。即係而家有時我覺得而家走咧係唔會秋後算帳到嘅，即係大家都刻骨銘心啊！呢件事係咪仲要做到咁？我唔知道做到咁抵抗咯，叫做其实我觉得呢啲唔系叫抵抗，某程度上只系觉得两边、啊、我做咗嘢，我咩都得唔到，我唔忿气，跟住我要继续喺度做我认为要做嘅嘢咯，直至到有结果。不过结果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有个数，某程度上，我唔知道，好古怪。有时我真系觉得，即系成日见咧，做乜嘢啫？搞咗咁耐，有反应，班贱人系冇反应啊！最麻烦就系。辛苦的是你們，有很多人搞到沒有一份工啊，即不是說你阻住人搞到沒有一份工的人啊，那些沒計啦，那些總會 有方法的，我相信這些這情況個個都不想的啦。即有些人是出來佔領，跟住就直接搞到連份工都沒有，或者其他城那些我都不值。 OK， 去到別館了，終於到应该有新的事情发生啦！喂，我点解快咗咁多啊？食咗咩春药啊 ？Oh， 好在 save 咗啫，好贱啊！食咗春药咁啊，突然间跑到咁快，做咩你啊？见到靓女行得快，我又唔系靓，粗声粗气嘅呢条女一听就知我把声配到，即系好难配到温柔声。我觉得见到呢啲咁嘅样走啦，咩都唔好理，听到门声都唔好理啊，冇事嘅，追唔到我嘅应该。点解跑得咁快嘅？哎，搞掂！哎，冇追嚟。呢度块玻璃咧，好似好恐怖咁。我可唔可以 K 爆佢？系唔得嘅。好啦，终于成功嚟到别馆。嗰只嘢又冇追到嚟。咩人嚟噶？咩人嚟噶？人定鬼啊？哦，人嚟嘅。吓鬼咩？仲系咁丑样啊？做咩嚟？吓，呢个系嗰啲咩？银河铁路999嗰啲人物设定咧，就系咁嘅样好似。你喺呢个地方做乜嘢啊？我问你先啱咯，呢件事系咪啊？丑样怪啊，关你鬼事咩？同埋你无啦啦问个女仔喺度打野战都唔关你事啦。点样讲呢？咁你呢？我系嚟呢度试胆嘅。本来系两个人一齐嚟嘅，不过中途走失咗。你都系搵人啊？我都系嚟搵朋友噶。但系呢度好危险啊，都系早啲翻去好啲。我唔会一个人翻去嘅。哦，系啊。如果你揾到唔系，如果我揾到嘅话，我会话俾你听嘅。多谢你。我个名叫佐野。拜托你啦。你想点？无啦啦，你吓鬼啊！你无啦啦突然间行出嚟，你知唔知啊？呢个 game 所有识追人嗰啲都系怪物嚟嘅，差唔多。OK。吓、啊，无啦啦呢度有张床，佢系咪喺入边住过咧？得到一梯又有咩用咧？吓，嗰啲道具咧，完全系发现咗幅画册。某个地方有一只有啲恶龙啊，袭击人类，食咗人类。勇者斗恶龙，勇者就会出现啦，系咪啊？国王召集咗军队去讨伐呢个恶龙啊！
哇！呢啲叫恶龙啊，咁嘅死人样嘅 Pokemon 都唔要啦，大佬啊！军队捉咗四只龙，将佢哋困喺笼里边。呢个咪急口令嚟啊！军队捉咗四只龙，将佢哋困喺笼里边吓，有冇分别咧？好似冇乜分别啊！龙龙系冇分别噶，我分唔出有咩分别啊！国王睇到之后讲：究竟咩事啊？红色嘅系恶龙啊，蓝色嘅系好龙啊！原来都咁分噶、啊。蓝色的是好龙，我就知道红色的是火属性，蓝色的通常是冰属性或者水属性。士兵听了之后就将蓝色的龙放了，蓝色蓝龙门就这样就飞了向天空之中。不是、哦、我明明记得蓝龙是一些影的龙来的，你不要骗我。这个时候很大的什么很大的什么这页烂了Shit， 好大嘅咩？咦，又有啲密码抄抄抄低先，唔知有咩用，不过一定要抄噶啦。六四七，哎呀，七三十一号，唔知咩嚟，抄咗先。抽屉锁住咗，我冇锁匙，有条梯。喂，喂，你唔好成日喺度闪嚟闪去，好唔好啊？拜托你啦。打巴嚟嘅啦吓，佢咪俾女朋友打得多，打到块面肿咗咧佢啊？不过都唔系嘅，呢啲系密室定暗疮啊？我想问一下，如果系暗疮，你真系要管理一下你嘅皮肤啊！话说咧，最近翻工翻到好忙啊，其实真系忙到癫咁，每日都做到两三点啊，唔计拍片都要仲做到两三点，黐线，简直就系、是。因为我公司一忙就忙到咁，喺屋企做，即系我朝头早翻工翻到九点，跟住放工，跟住六点零钟又要继续劈个，唉，想死！劈到咧，而家啲皮肤系差到，哇，超憎，简直就系我好耐未试过，搞到成面粒粒咁就系，都唔系成面嘅，暂时都睇唔到乜就系，不过有啲，我唔中意呢种感觉。我哋呢啲好耐未生过啲健康嘅人系鬼，黐水都死。呢、这个玻璃完全冇嘢，但我系觉得总会爆嘅啲玻璃啊，被木板钉上咗，咁会唔会有啲咩可以用到？冇咯，睇嚟锁上咗 ，OK， 冇啦啊！但触发咗熄咗嗰条油，同埋攞咗条梯，条梯会唔会系过嗰啲木栏嘅咧？即系之前去嗰边嗰、那个地方嘅时候。会有啲隔住好远嗰啲地方系过唔到去，用条梯会唔会过到去咧？我哋试下啦，唔系呢边啊，即系听到毛骨悚然啦！啱啱有冇讲漏嘅嘢啊？我唔记得咗自己讲啲咩啦，已经算啦，继续行啊！而家条梯究竟有咩用啊？我哋试下上三楼，同埋嗰只怪物又去鬼咗边啊？即系简直就好似放咗个癫嘅出嚟，不断系咁追住我自己，揾我自己嚟搞咁。每一个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会见到佢。我条梯应该可以上三楼，我记得三楼系有个 up 位系可以行到过去，系咪咧？定我记错咗咧？嘘！哇吓亲我，点解突然间见到个柜少喐嘅？冇嘢嘅，呢度咧打唔开。呢度后边系咪有道门啊？好似系喎，点样推开佢咧？唔知识拉入数码相机系最系冇用噶啦，好明显就手提电话都系冇用。继续行下先啦。佢应该会有啲剧情触发嘅，我相信，因为佢话要揾嗰条揾佢另外一个人啊嘛，系咪先？咁应该系会有嘅，不过就争啲啦。究竟你想点啊？啊，好多人惊啊！你会都咁。呢度啊，系啦，呢度用嗰条梯得唔得？系咪咁样用？应该系话，应该唔系。其实应该用条梯直接扮过去，唔系可以咩咯？唔得咩？真系咁蠢嘅主角嚟吓、啊？算啦，咁唔得。条梯有咩用咧？咁唔通嗰度上边有啲嘢？我睇唔到，只系呢度太暗，上边会有啲咩喺度？
同埋嗰啲红色龙、蓝色龙同埋嗰啲新嘅数字又系啲咩嚟嘅咧？呢、這个应该冇嘢嘅，都系冇嘢嘅。系咩都冇噶，撞你个鬼！好，落去睇一睇，继续响二楼搜查一下嗰条女。哦，每一开一道门都好鬼死大压力，某程度上。哇、哦，里边咩都冇，会唔会有啲咩可以用到而令到里边有啲嘢咧？唔会。呢、這个图书馆嗰度，蓝色嘅龙，红色嘅龙，流龙啊，有咩用？话俾我知，我都唔知。蓝色嘅龙，明明蓝色嘅龙系呢啲影嚟噶嘛？冇嘢，好沉啊，大佬！呢、這个咁嘅位真系，呢个都系冇啦。睇下啦，系啦，冇嘢嘅。呢度上边会唔会有啲咩咧？冇。哇！呢只 game 我谂到都叫真系，其实佢同轻轨好似某程度上，但系轻轨嗰啲节奏系明快好多。呢只 game 系唔系好明快某程度上，唔系在套租啊！你冇嘢讲，你唔可以系咁闹只 game， 你知唔知啊？吓咁系唔啱嘅。反正每一只 game 都充满猎奇性啊。OK， 真系冇嘅，放我出去啊！系、哦，上一集明明话放弃翻屋企会点？我哋试下先，反正我都 set safe 先。好啦，我哋翻屋企啦，会唔会去到另外一个 end？ 咁我就破咗咧其中一个 end 啦。我好惊啊，翻去啦会点？我觉得通常我走到后边，跟住会有人追住我，跟住我会死咗啦。唔好放弃，唔好放弃啊，混蛋！跟住咧，就俾作者闹，点解要喺呢度终结啊？先嚟到呢度啫，再努力试下啦。即系点？你唔俾我走啊？哦，唔俾我走 ！Never get up！ 我要走啊！我要走啊！啊，我走多次睇下会点啫。即系走多两次，系唔俾我走嘅果然。啊，边个同我讲嘢？究竟唔通系神？好恐怖啊！呢间屋。啊，话说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套漫画叫？是不是叫成与神所说、啊、我真的不记得，我真的不太记得个名字、啊、个名字真的很鬼难读。那本漫画开始转移到一个你估不到的状态。这里会不会有些东西要用？没有、啊。竟然即最初看是觉得它是一些猎奇的漫画，我想到上哇死很多人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是一些类似即怎么说，即对似系成堆学生，跟住发生啲重大事故，跟住成班死剩一两个嗰啲咧，即系跟住又友情重现啲表现啊咁样咧，跟住又死过，跟住啱啱又友情啊，下一个角色又会又死啊咁样嗰啲啦。其实最系近期多咗呢啲好多唔系好合人性嘅漫画嘅，不过呢啲漫画确实系几好睇嘅，我程度上我自己觉得。先冇咯吓。我条梯，我又谂唔到条梯有咩用，真系要睇攻略啊！即系最初睇佢觉得咦 O K 喎，但系而家越睇唔知点解变咗又识得出招喎、啊、吓、啊，变咗做艺神啊！成班又唔知道想点，好古怪而家搞到，不过我都会继续睇落去嘅，应该。阿 Sir， 仲有啲咩地方我未去啊？喂，贱人，你有冇啲咩可以？俾到嘢我啊！揾条铁棍殴死佢得唔得？识拉油啊！你睇你嗰啲几识噶啦？识拉油会有咩用啊？相机同你自拍多一张遗照先啦，俾佢睇你殴死你，真系冇嘢喎！呢度系有啲嘢嘅应该。南龙翱翔天际，跟住啲叶就烂咗。抽屉锁住，如果用铁。用支铁棒打唔烂，嗯，点样呢？好啦，暂时嚟到呢度先啦，因为好卡，好似有啲。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先再继续啦。如果中意影片，麻烦俾个 like 或者俾啲 comment 咯。
咁系咯，好啦，我而家去买四副先，都系。唉，四副，出猫啊又要，我好憎出猫，但系冇办法，确实系唔系好识点样玩落去。咁好啦，咁多位，拜拜。